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董浩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怡。天天饮食又和大家见面了。现在我跟文怡啊做搭档啊，和这个很多观众都说你们俩太默契了，越来越顺手了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干脆就推出一个主题，叫做决赛双骄。什么什么什么决赛双骄？决赛双骄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真是受不了了啊！大师，他说这决赛双骄，你知道都是青年男女，是爱情的。但是要做美食的话，他这个您估计是什么呀？他这个双骄啊，我刚才偷偷瞄了一下，一红一绿两种骄。再一细看，是杭椒和泰椒，这么个绝代双椒。哎，那、啊、这有什么营养啊？这个，哎，这个辣椒啊，大家可能好多不了解它。实际上，辣椒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最高的，那么它可以比西红柿高多少呢？高十几倍。所以说，这里边维生素 C 含量是很高的。行，这我听明白了啊。那啊，董浩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那你用什么样的主料去配啊？哎，我们介绍一下主料。主料来，好，有鸡腿肉，这个呢是杭椒、红椒、葱姜蒜末，调料呢有盐、味精、料酒、香油、酱油、白糖、芝麻和一些淀粉。哎，刚才我们专家是一语中的哈、这个确实绝代双骄，无非就是杭椒和泰椒，也叫我们平时说的辣椒、红辣椒。这里面我要讲一下啊，这个杭椒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这个肉质薄一点，稍微薄一点，口感好。你看我选的这个红，这个绿中带黄，这样做出来它不容易起皮儿，口感很好。那个肉厚厚的那种啊，在炒的时候容易起皮，而且吃的时候有点水塌塌的感觉。而且这种杭椒啊，它也不辣，这里边连籽儿都可以用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第一步，把这个鸡腿肉呢，先腌制一下，腌制一下，对，放一点盐，料酒，放些料酒呢，可以去腥。最后呢，再加一点淀粉。好，把它给搅拌均匀。搅拌一下啊，这样这个淀粉呢，在这个肉上面有一层膜啊，炒起来更滑爽啊。好，大概腌制5分钟的时间。啊，5分钟，好。好，现在这个腌鸡肉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杭椒改下刀，像这么长的杭椒呢，给它切成3段，大概有2厘米一段就可以了。把汝斩为3节啊，一节赠我，一节赠你，一节赠给小嘴儿。不要吃多了。切杭椒的时候呢，倒是没有关系。一会儿我们切红椒的时候，建议您呢最好戴上这个一次性的手套。而且如果说您忘记戴手套了，如果觉得手比较辣的话，可以啊。有一个什么好办法？好像是用柠檬擦一擦。对，如果我们这个辣椒把手辣到了之后呢，用这个柠檬在上面擦一下，就能够缓解了。你这光说不练，来来来，把红椒切一下。哎呦，这事儿啊！我拿着柠檬在一边等着你。行，哎，好。他就是聪明，他切辣的时候让我切，切的不辣的。好，把这个红椒切成小块就行了。好嘞，来来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感觉辣呢。行，足够好了，好，把它放回那个小碗里面。好，现在呢，点火。点火。把锅烧热。把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倒入一点香油，然后呢，再倒入这个食用油。双椒是吧？双椒也双油，双油配双椒，主要是为了让它的这个炒的时候味道更香一些。厉害的吧？再来一点，可以了。好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这个葱姜蒜末倒进来。好。刚刚他说错了，这根本就不是爆锅的。不是爆锅的。哎。你不告诉我。小公主爱多说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是。来，这干嘛呢？放一点料酒、盐、酱油。糖，这是调汁儿的。哦，调汁儿的，你看看，我就说是调汁儿的吧哈。再倒一些清水。水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锅差不多了。好，把这个腌好的鸡肉呢倒进来。翻炒啊，好。来，小锅水，小锅水炒着啊。嘿，你看这个鸡肉
一下锅很快它变颜色啊。对，它这个颜色变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青红椒下进去。好，再等一等啊。好，快速的翻炒。怎么样？可以了。哎，好，倒进来。好。嘿，尤其这杭椒一遇油，它真是绿啊，绿层层的。再等一会儿，当这个鸡肉彻底整个变色了之后，哎，我们再把刚刚调好的这个汁儿呢都倒进来。好，嘿，香味儿已经出来了，哎，好，现在这个菜呢已经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看看这个汤汁有多少，哎，然后呢，我们淋入一些水淀粉，来，快，可以了吗？哎，足够了，我就可以了。好，关火。好的。厨房，热气腾腾。哎呦，这香！慢一点。做这个菜一定要放一点酱油啊。它能出一个哎，很独到的香味啊！我们这道菜啊，讲究就是一火候啊，绝代双骄，快啊，香脆，给他们尝尝。来，杭椒辣子鸡一大盘，来，先奔小腿来，来，这道菜有肉了吧？哎，这个。出品的这个相挺好看的啊，你看我上的先吃肉，说话呀，等着呢。好了，没话，铁钢你，铁钢我说，铁钢尝尝，铁钢尝尝尝。就每次铁钢老师一尝菜，我就特紧张。这个。香油跟色拉油使得非常巧妙，使这个鸡的味道更香，更滑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一点，需要改进，就是这是一道火候菜，我建议把那个淀粉直接调入汁里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炒的同时，对，这个杭椒要出水，哎，你后调不容易调匀。小工的工作没做好，那这个营养价值呢？哎，这个就是一个荤素搭配、酸碱平衡的菜。是，像那老师这个这么爱吃肉的，哎，您吃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青菜加一点，杭椒加一点，可以减少食量，减肥呀。好，减肥减肥，哎，燃烧脂肪。对，好，非常成功，明天再见。